我第一个想要请教你的事情是你对阿基的看法。对阿基的看法？对。其实我对他没什么看法。没有。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你们之前做过的歌，你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子？对阿基，这是阿基的部分。当然，我在这两个之前，因为可能听众比较不认识你，那也许也可以聊聊你之前所做的事情。是，对我对阿基的认识是差不多。其实我以前就知道这个人的，但是我其实没有很熟悉。以前应该熟是这两年两三年的事，就是从乾坤大挪移开始，差不多啊，对啊，从他们录乾坤大挪移开始。那时候你们有合作了吗？就是帮他们录音的，对 对。所有的整张乾坤大挪移都是你录？没有，应该有个五六首吧，有几首？整张里面吗？整张里面吗？应该蛮多首都是在印地做的、啊，对。可是路易斯就是那时候就是哈利哥跟双头哥了、啊、哦，对，就是两个路易斯在互相配合。对，因为我不是那个全，使用前来啦。哦，呵，谢谢。因为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不是全时间在做音乐。嘿嘿嘿，对啊，所以就是你讲到哪里，为什么会讲到啊？因为乾坤大挪移。哦，乾坤大挪移。今天太超了，这个时间还要出来。其实星期一应该算是我最累的时候，因为我早上上班上到下午五点嘛，回到家差不多六点，然后我七点要接着教两个课，教两个学生，所以我下课的时候几乎都差不多累得跟狗一样。透支，对，体力透支，透支啊。上班是上什么？我们在做混凝土厂、oh. 跟做一些环保的再利用、oh. 嗯，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姐姐是我学生嘛，然后也跟我蛮好的，然后他也姐姐又很喜欢看乐团啊，看表演，对，所以有一次他好像跟我说他弟弟有什么表演，然后叫我可以去看，然后我去看，是故意整理一个南站，哎，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标，也是人人有公链的，可能就是足侪人啊，足足足老的。刚刚那个过年的时阵，我袂记起啦。刚刚是，伊进前过年，南站那时阵伊是甲人公链关系做做，啊，所以阮过年拢会办一个初四回娘家，应该是初三回娘家。原来那时阵拢会办回娘家的活动啊。对啊，我也是你的卡斯拢做好啊。嗯，爱这条新麦讲。对，反正你的时阵有知影这个人安尼啊，对啊。啊，你是伫伫内底做工课，还是表演，还是当面的出去回娘家？我去看，我去看。系啊，直接讲遐有表演，我去看嘛。哦，系啊系啊。啊，因为我较早对。本土的老舍其实是无啥有兴趣哦，哎呀，系啊，熟悉是安尼，刚刚有点仔无聊，我有点仔想咧迄落绕口令，但是在慢慢在台湾的嘻哈的演变过程上面，我觉得慢慢变成一个艺术了。哎呦，确实是这样，一开始真的就真的在两瓜啊，然后就是没有那一种。我觉得跟嘻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谁让你开始觉得有艺术感？有艺术感？谁让你觉得不再是两瓜了？该不会真的是从垃圾开始？从蛋堡。哇！我觉得台湾的饶舌在蛋堡之后，其实是一个突飞猛进。我觉得它是一个听觉的催化剂。对，真的嘞，因为他不是在讲以前想要饶舌，就在讲说我他妈超屌啊，我超厉害啊，然后什么什么我熊天啊，都是被九零的，然后那边被九零害的，然后讲那些我都觉得很屁啊，因为就是
你看黑人会讲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活在枪林弹雨之间嘛？对对 对, 對。他有可能今天起来，然后明天被另外一个帮派干了啊！对对对。那我们根本没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活得好好的，然后这路上行人走来走去，每个人都很健康，然后那边讲说我很跟我熊车顶，我熊大尾去去去攻山火，对对 对, 對，完全没有灵魂，就只是为了想学黑人而已，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那在蛋堡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变成文字的排列是一个蛮特别的艺术，然后他讲的不再是那一种很离我们太远的事情，他讲一些神秘神秘关于小熊的事，对对对，收敛水，谁知道关于小熊的事情在讲一段感情，哎，对对对对对，他在讲收敛水，他说洗，冷水澡啊，洗澡水，哎，环境的是很多啦，有这首，有有有，不是冷水澡，冷水澡是黄立行洗澡还是什么，反正跟洗澡有关，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字就很，你如果回去看那个字哦，就很奇妙，就是它排列很特别，然后讲什么什么什么在悠悠扬起的什么校园里什么少年维持的烦恼，对，你现在应该有发现是我记歌词跟记那个记曲名很差，非常非常的差。我以前表演的，我自己写的歌我还要印出来，然后看着唱这样。我有创造力，但是我没有办法记得，可能是我觉得太跳痛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会想到这个，看到这个我会想到这个，所以我记不起来完整的句子，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觉得台湾的饶舌开始可以听了，好听了，对，真的幽默了，有趣了，然后跟生活有关系了。可是对阿基来说应该是热狗开始，对，我对，我是热狗开始，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热狗是饶舌歌，因为那时候是在跳舞。哦，對對對，我那时候我想说你要讲很辣的话，没有，我以为没有没有，纯粹，我那时候就因为跳舞，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热狗第一张算是台湾的地下的饶舌歌手的一个起源，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去大众唱片，然后就看到看到那个柜台旁边就卖了一张 EP， 然后哇，39块还是69，我有点忘记了。我想口袋零零，哎，刚好有这个零钱，我就买了一张。对，我根本也 key， 对，回去看干什么？只有4首歌，2首歌啊，2首是空拍这样子。我想，哎，空拍拿来跳舞啊。哦，对，就是这样子，慢慢才知道这个饶舌的在台湾的演变的。对啊。我以为你听4首歌，2首是空拍，不可以说你找我的鱼条。哎，说哎，你细条你没挖啥到？好啦，一条10块的，哎呀，会使啊。无啦，叶欣对这个嘻哈的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最夯就是跳舞嘛，因为那时候街舞是最盛行的，对不对？对，偶像团体一堆都在跳舞的，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好，话题拉回来，这个。你刚刚说你礼拜一会去教书，然后教书的时候是教编曲吗？还是教编曲，然后教 DJ？ 但我现在不教 DJ， 我现在都只教编曲。哦，对。然后教学生还蛮多样化的，但是我因为我自己有主业，所以我慢慢把学生的量缩小。对，因为我以前就开始。就他也知道，就是我做别人的音乐很快，然后做自己的就会很多，然后觉得很多音乐人都这样，因为别人会给你压力跟期限嘛，然后会有交情嘛。这个时候我们直接举例子好了，你觉得阿基在跟你配合上面，我有，我还好吧，我算浪的吧，他算浪了，我算浪了，但是因为我们都真的还蛮满的，对呀、啊，所以。其实有见到面就要处理一些事情，对，就是见到面他会跟我讲说他想要怎么做，对对对，然后他还蛮常去，就是去我家讨论的，对对对对，直接买咸酥鸡去了，对，要买来家的，我知道今天要战争，先买先填饱肚酥鸡跟那个啤酒，对，要长谈大论，要好好的来，对对啊，然后他去找我。
大部分去找我都会有先一个 demo 出来，对对对，对，因为他会讲说他这一首歌为什么想要做这一首歌，然后有什么故事，然后想要这一首歌成为什么样子，让人家听起来有什么感觉。你说的 demo 是大概怎样 ？demo 就是那个半成品的，对，可能就是一段主歌，然后一直 repeat， 就是可以拉他，可以先让我填词，这样子，之后可以录一个很简单的，可以让工作带让哈利哥编这样。所以是你自己已经有先在家里先录好？对对对，用手机，用手机，要不然是用一些很简易的录麦克风这样。然后是直接有任何乐器吗？还是直接没有？就是配着哈利哥给我的那个简单的工作带，对对对，就是等于是他去我家，然后告诉我他的想法之后，然后我就会在电脑上面就直接做一个节奏出来，然后或者是弹一个钢琴还是什么的旋律出来，然后说哎，这个走向是你有感觉的，还是你有觉得是符合你这首歌的情绪情境的吗？对哦，你讲到情绪，因为你跟阿基最近做的这个《四旧》跟《青春》两首，这两首情绪都超强的。这个铺陈的制作的过程，可以跟我们多聊聊。四旧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要做这一首歌，那一开始他说就是这个戏骨啊。我觉得四舅跟四舅就是他说是这一个朋友的亲戚啦，他想要他有一个梦他还没完成，但是他已经走了嘛，那年轻人少年辈听到这个故事，刚刚这个故事这有意义的想要完成，好，我觉得这是一件还蛮值得去捧墨的事情，因为很少年轻人想要去传承上一辈的文化精神跟语言，对，那有一些年轻人想要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啊，但是他那一首这一个亲戚他想要完成的事情是跟宗教有关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考虑了几个礼拜，那跟你的宗教比较有冲突，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一首歌你找别人好了。哦、真的、哦？对。我说你找别人好了，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有想要加那个慈母王爷的小法，对，原本。哦。然后我之后，因为最后小法这个东西被用在了台南的僧里面。哦、oh. ，对，所以我就说，那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就里面几乎都不会写到神有关神灵的事。可是这样，他的大主轴还是一尊很的一尊慈母王爷啊，对。啊，但是这个故事总归起来的是，少年人想要帮早期的老人做一个，对，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那、啊、所以我就跟他沟通，就是说，要不然就是让别人做，那如果。因为我不做，因为我有信仰，然后我不做就是我信仰以外的神以外的歌，当然对，然后他还蛮尊重我的，他要说好，那这个东西他可以拿掉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 OK， 那我们来做，然后做是几月啊？哦，那是去年的六七月，因为那时候刚好因为卡在，就是因为我们要帮那个慈父王爷做一个，就是那个皇家慈父王爷，就是那个四舅的那尊神明，帮他压牢累。然后我们把时间定在去年的7月21号，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想，就假想那个影片会很快出来，然后我想说，哎，影片搭上这个四舅这首歌，而且它中间有一个很快的节奏的那个，对，那个过门。对，刚好是很像扛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殊不知这首歌一做好，就是让我们那个武能社区来电影转播听下盖料，当时的那个摄影师听下料，哦，有讲教官无简单，袂当干阿那俩，我听这个讲袂当干阿那俩，我跟你跟他拖一档，所以。
所以今年初开也计划讲，甲长安龙配合的，准备做一个字幕版的 MV 新号，大家恭喜恭喜，在这个 moment 已经突破一万浏览量了。对对对对对，托大家的点击率还有没有公链的频道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大家一起努力。对对对对对。可是这是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是应该算编曲的第一首歌。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你既然知道他有这个信仰上的，还是你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其实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妥协，就是在我们必须要在讨论上妥协。可是，对啊，如果他，我觉得如果哈利哥他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信仰没有办法做歌，我们可以试着看用什么方式。嗯，对对对对，可以拿掉一些。对，可是我最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以信仰跟这股信念，我觉得信念它来的冲击量那个冲击力让我可能会更大一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依这个方式去做这首歌可能会更有顺利。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妥协了，差一点又完成一首对宫庙风格的。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因为你们第一次合作，在阿基到底是如何起心动念要找哈利合作的？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哈利哥他一直都有在做算编曲这方面，因为我们之前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摩羯人，就是找那个找哈利哥编摩羯人，也是摩羯人先的吗？摩羯人是，对，是我已经有一点忘了顺序。摩羯人先发的，应该是这样说，他应该认识就先错。哇操！好，错了错了错了，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因为我在去年的南美的歌，我找了公投歌编，然后想说今年就换哈利哥，想要就是做一个就是每年一首，然后就是跟每个那个编曲老师都有合作到，你想要累积跟编曲老师合作的经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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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我最大的重点。原来。那既然聊到四舅先，原来是四舅先啊！魔剑是魔剑是做很快，然后很快就丢上去了。对 对, 對，魔剑多快啊！今年初啊，因为他赶在摩羯座的时间多。摩羯座的时间哦，对对 对, 對，十二月底嘛。对对对。那一首歌的编曲你怎么规划？摩羯人？对对对，魔羯人比较简单的、啊，因为听得出来，听得出来。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嘻哈的编曲有分哦，跟有态度的还是好玩的。啊，如果是好玩的哦，就是喝剩的喝起来啊嘞，我们就不用考虑太多的情感的元素，然后怎样勾人家感情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我们就只需要让人家觉得很有趣好玩，然后重点就是他们的歌词跟他们的那个 flow， 我觉得就是那个律动。对啊，对，我觉得好玩的歌就是那个律动。对啊，对啊。那所以就其实做那一种好玩的歌，对我来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多快啊？好像蛮快的，三五天吧。对，乖乖是丢过去，过没多久就丢回来了。哇，对，那四舅多久？哇，四舅有点久，四舅真的有点久。四舅应该，因为四舅还有收光头老师的吉他。对，对，因为四舅我一开始编，应该换了两三个、三四个版本有。哇，就是我一开始编完，然后我就想说，那中间我想要中间的情绪换一个情绪，所以前面在讲一个梦嘛，然后后面是人家帮他玩梦，前面在讲梦是有一点沉重的事情，嗯，他后面你不能再帮人家玩梦了，然后还在那很沉重，嗯，那个感觉是不对的。你是跟着他的歌词在考虑的，对，跟整首歌的情境嘛。所以我中间做了一个间奏，就是它的速度是两倍，然后其实那个不能说速度叫两倍啊，就是它的拍子更紧凑。对，所以他听起来会有那一种速度是两倍的那一种错觉。嗯，然后那边编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有一个吉他，我想要有一个电吉他，然后是很凶的，然后但是
我不是要旋律，然后我就根本讲不出我要什么。但是因为那个吉他手，就是录的吉他手叫光头，然后他从我差不多20岁左右，就是我们就一起玩乐团到现在，就是 Sunday。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一起玩乐团到现在嘛，所以至少有16、17年、15、16年的朋友哇。所以其实我要做音乐，我要怎么做，他大概会知道。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很瞎的方法，我就放音乐，然后我就说我这边要哇哇哇哇哇这样子，然后说我声小，然后反正我们就在录音室里面试啊，他就弹，然后我就说不是，我要更怎样怎样的。然后好像弄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录出来是我要的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还蛮开心的。然后那一首歌因为我是玩乐团，所以 Ben Style 的编曲，我很喜欢 Ben Style 的编曲，就是我在那一首歌在钢琴、吉他跟鼓我都做得很细，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东西我都做的情绪什么都有考虑到，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啊，确实是蛮喜欢的。不知道阿基有没有机会听到 Four Band 的四旧？对，既然 Bass Style 这么重要，变得这么细，其实 Four Band 一直都是我的很想做的一件事啊，真的啊。不过，对，总会有这个机会，期待。